顶着小丑妆容，手足舞蹈，步下阶梯，象征善良的主角，黑化的成魔之路，成就了英雄电影前所未有的高峰。不只归功于主角精湛的演技，背后的电影妆容功不可没。知名电影《自杀突击队》里面的小丑男，各位有看过吗？帅气的表情搭配令人惊艳的妆容，只要我念一段咒语就能变给你看。比利卡皮皮拉拉波波利拉贝贝鲁多，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化妆之后，我现在已经是蝙蝠侠里面最帅的小丑了。不管是要变身哪种英雄角色，在电影化妆师 Vivi 眼里统统逮就补。我是 Vivi， 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只见他熟练的用白色油彩将整张脸营造出苍白的感觉，接着再用大地色和黑色作为眼影，完成阴郁的眼妆。小丑男他本身这个要注重的是两个双层叠的颜色，我们在中间点会加深，旁边会用晕染的方式，然后让它呈现一个很邪恶的感觉。接着用桃粉和暗橘红两种口红刻画嘴角撕裂到脸颊的恐怖伤痕，并用唇釉强化唇线，之后再换上浅绿色的假发和复古西装，令人闻风丧胆的小丑妆就大功告成。用刷具画出一粉一蓝夸张的招牌眼影，大红色的口红和唇蜜替嘴唇增添血色，并装上假睫毛和金黄色的假发，性感可爱的小丑女哈利奎因也在化妆师的巧手下从电影里搬了出来。化妆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，还有够细心，然后也要说服别人相信自己。灯光感够强的话，你画出来的妆感会有深浅明锐度，那个层次方面也会有阴影处，让一个角色它可以凸显出来，那我觉得就是成功的。靠着对化妆的执着，拥有十多年化妆资历的 Vivi 陆续考取温哥华22级国际化妆证照和全方位整体造型师证照，从广告电视剧再到电影，统统难不倒他。凭着经验和想象，依照剧情替演员们打造专属的妆容，让每一位演员都能精致到位，诠释精彩。你想让我帮他看吗？您是由李准叶春豪台报道。